好，讲三件事情哦。第一段我谈快一点，第二段我把问题拆解来说明，第三段我谈一个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初学者一不小心会弹成这样。好，问题出在哪里？两个，一个是没有轻重的区分啊。你刚刚听我弹，有的时候是重，有的时候是轻，甚至有时候轻到是没有声音的，噔噔噔噔。你看，噔噔噔噔，二三四下我甚至没有弹呢。你可能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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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而我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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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是轻重的问题，轻可以多轻，轻到变零那么轻，就是不弹，挥空拍，甚至手也不挥了啊。再来就是扫的范围，你如果每一根每一次扫都是六根弦全扫。我不是的啊，如果我想要强调噔噔噔噔噔的时候，我只会弹低音部，也就是五弦六弦这附近，甚至有时候会碰到四弦，但是基本上不会碰到一二三。但是如果从头到尾只在这里也太单调了，所以我偶尔会去一次一二三，你听哦。你看噔大，那个大我就会去哦，噔大的噔噔噔噔噔大的噔噔噔噔大噔。